掉。你要失掉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为这个客观、为状况来服务了，那可能是乏味的。下边我啊演示一下这个画藤蔓子的这样的一个用笔的一些方法。我这个笔锋来讲呢，可以算是不短，但是它的这个胖度，它的这个笔肚这个厚度，感觉稍微有点胖，太胖了以后呢，它是不灵，也就再瘦一点。可是我有一个瘦，这个瘦一点，可是呢，它又方感觉短，如果要能再长出一公分来，那是一个最得心应手。啊，就说在对工具的这要求上面，这种形象、这种特征，它能够表现什么样的笔道，这个都要有底色。这个具体是怎么个转法？这个就随心所欲，就像写一个草书一样。这个在行笔的过程中，像蛇惊蛇，像蛇打架一样，它这个在转的时候，它绷着一种力量，让这个笔不敷，主要是在根部这个地方的这个时转穿插这种表现，啊，这个它有需要有时候伸开腰拉得开。它这个才能够抒情。这个行笔感觉略快了一点，比刚才这个那就更理想，就是掌握这个速度。我这个调颜色的过程应该排下来。拍不下来，不知道吧？在这个碟子上面让它出现这种紫的，用花青调出来的这种紫的颜色，而这个有度数，这地方越来越偏红，这地方是深的。取重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取，淡的，从边上这地方取淡，这叫什么色碟？色的度数由深到浅。这样的变化，看这个我怎么样取颜色。先蘸水，看这儿啊，这一笔颜色，这点出来，
的一个字儿。再点一个。这个调颜色调的不好，就过于冷。必须拿这个蓝配这个红调一点。现在呢，这个稍微有点偏红，这个要多来点花青。把这个笔涮干净。